一样，换成球服就出来。这个球哇捞起来，在中右外野的方向，这一球打得蛮深远的，两个外野手过去，最后跳起来，哇，一定有接到，只是是谁？是中外野手，哇，这一次黑马球队墨西哥在一开始中外野手亚波雷多罗佩兹就来一个 nice catch。哇，这支球队真的拼了，真的是拼了，精彩，真的高水准。嗯，这个球以梅伊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掌握到投手的进垒的位置，因为有点失头了。哇，但是也是整个被他海底捞月哈。嗯，所以梅伊看起来不是很高大，但这个球打的也是相当的扎实，而且眼尖要飞过去的感觉。但最后我们看到两个位手都冲过去了，其实两个人看起来都接得到，都有机会。